今集会同 Cushion Phone 讲下佢嘅入行过程，咁样遇到周博贤同埋 Bang Bang Music 嘅团队 ，Cushion 嘅第一首派台歌曲又系咩歌呢？即刻睇升级访问。几多岁咧？你第一次写歌？中二、中三。中二、中三应该系13岁到嘅啫喎。2000年到啦。OK。系啦，咁就都嗰阵时已经有个概念，系嗰啲叫做歌曲嘅龙虎榜啦。嗯。系啦。歌曲龙虎榜。系啦，呢个 term 细嘅。系。咁系会播20首歌啊嘛。嗯。咁但系有阵时就会无聊咧，就会。開個琴出嚟，佢一路播嗰20首歌咧，一路執翻啲 chord， 哇，彈翻出嚟 ，OK， 係啊，即係當係一個鍛鍊俾自己，即係了解一下，其實依啲佢係點嘅咧，跟住發覺佢有啲路數可以捉到嘅，嗯，即係原來有啲佢係咯，即係彈法可能 descending chord。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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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啲又唔係嗰啲，噔噔噔噔噔噔噔，係啦，係一啲令到我開始對於一啲作曲上編曲上邊有概念嘅一啲嘢咯，尤其是係對於寫將來嘅。一些廣東歌很有幫助咯。好啦，當你即係譬如中學嘅時候咧，開始作曲啊，跟住又參加歌唱比賽，即係其實 Cushion 喺參加歌唱比賽亦都有很好嘅成績啊。後生細個嘅時候，我好多嗰啲街坊福利會啊、社區會堂啊，十幾區嗰啲啊冠軍啊嗰啲咧，成日都係阿 Cushion 嘅。唔係因為太多獎項啦，其實嗰陣時，我好多係真係市面上有好多獎項，即係你好似參加就會有，都唔係㗎，即係要好多 talent 先至可以有㗎嘛啲嘢。咁好啦，咁你又參加又唱歌喎，咁跟住咧又不斷地咁作曲啦咁樣，咁啊好啦，點樣樣令到你真係去入行咧？想知啊呢樣嘢，即係點樣俾人踢入會啊嘛？冇錯，係啊，係啊，係。都好辛苦啊！個過程都係，不如分享一下。當時就即係跟過一個老師唱歌啦，但係即係佢又幫咗好多嘅咁啊。佢知道我有自己作品啦，亦都會用自己歌嚟歌唱比賽啦。咁就覺得其實你如果你將來做啲乜嘢㗎，想做一啲咩職業㗎，咁其實當時都對於嗰個概念開始有少少清晰嘅，即係知道唔可以做畫家啦。其實係啦，即係要其實好犀利嘅，要佢要好犀利，佢先做到嗰樣嘢嘅咁樣樣。咁同埋我興趣就可能即係嗰啲素描咧。咁其實一個畫家要可能要好有嗰個 talent 係要去到唔係素描嗰個地域噶嘛，佢要好多諗法啊，即係好多。咁我覺得我啲諗法喺音樂上會多啲嘅，咁所以就我都有留意，即係嗰啲榜，係嗰啲榜啊。咁啊，我就覺得如果有一日喺個收音機會播到原來我寫嘅歌有一日喺轉頭聽到嘅咁樣，我都覺得幾得意啦。咁有一個歌唱比賽嘅朋友咧，就叫 Tina。咁佢就當時就簽咗一啲歌曲嘅版權公司，就會幫佢訂 demo 啦。OK， 幫佢即係佢 get 佢嘅作品。係係係。咁就即係大家去一個合作咁樣樣啦。咁佢就即係佢都即係介紹咗當時嘅佢嘅版權公司。係。咁就俾我認識啦。咁所以我在未入行之前咧，其實我係即係簽咗版權公司嘅，咁就希望可以寫啲 demo， 跟住佢幫你哋訂。OK， 咁係嗰個年代係興呢樣嘢。嗯，有另一方面就係我老師就幫我就不如你自己出一碟，就所有嘢你自己搞掂曬。咁當然啦，因為我冇 budget 揾人。咁但係佢都出咗一份嘅，係啦，即係跟住即係幫我即係揾咗一啲professional 嘅 studio 啦，咁就幫手真係用一啲
嗰啲咪嘅，咁嗰啲咪我哋屋企會有噶嘛。跟住就其實我自己就如果出現一碟就會做啲咩咧，就照翻屋企自己聽播，咁就一世噶啦。咁但係佢就做多一樣嘢就係幫我寄去唔同嘅唱片公司，咁就加上一啲文字咁樣樣嘅，咁就即係咁樣就好過我自己講啦。因為是一個成年人講的和一個學生講的分別，還有一來我學生的時候不同的溝通，但是最終就是因為一個成年人 的文字上就幫到我，去到周柏賢的手了，就是那隻碟的時候了，那就有即當時是有很多不同的唱片公司是應該是收到這隻碟，但是同時他們每天都收到很多隻碟啦，當中是有兩個回覆的，有兩個回覆的，但是即詳細情形就是你簽了版權公司，那我們難合作一點了，即是明白的，這個就是你簽了版權公司，但我們都可以跟你合作一下，等你啊，即係有翻咁上下嘅時候，咁啊，你又簽翻我哋啊，咁樣樣，即係好似即係好 welcome 咁樣，咁就係周柏賢，好有誠意嘅合作啦。係啊 ，OK。周柏賢同夏新美，咁佢哋係咁，係當時佢哋係一個即係阿 K 嘅嗰個，係嗰個團隊嚟，係講緊2006年嗰時，係啦，咁即係都真係十幾年嘅咯。咁到我哋真係傾得埋。係，齊鼓掌喺呢個叫做。好嘢。係啊，係咁啊。咁跟住咧。跟住就真係去到加入佢哋公司就係2007年啦。係。跟住我就。第一次嘅創作嘅歌係咪就係？跟住咧簽之前其實已經有一首歌 confirm 咗就係17度。啊，就係阿 K 嘅歌曲。係啦，係啦。都有啲淵源啦，因為首歌原本個 demo 咧就係揾你個 friend 嚟唱，係啊，即係當時我哋即係我介紹翻啦，其實佢係我呢個唱歌比賽嘅朋友嚟嘅，佢而家即係我圈子嘅，係啦，好中意唱歌，周圍玩比賽，睇住佢好成功嘅，咁啊喺當我非常之聊到嘅時候咧，佢哋就借出佢哋嘅聲音啊。咁啊，俾我好幸運成為試驗我嘅作品啊，咁樣好幸運成為其中一份子。係啊，咁啊，即係你又有一首，跟住你有 friend 又有一首，跟住我哋有另一個朋友嘅一個老師嚟嘅，佢有一首咁樣樣。咁我第一首賣出嘅歌咧，其實係嗰位老師嘅，嗰位阿 Sir 嘅歌。就係呢，但係呢首歌就唔係香港 publish 嘅。係係啦，就係嗰間版權公司幫我訂嘅。O K， 訂咗去馬來西亞。哇！一嚟去到遠真係好好喎，都好開心㗎，好開心㗎，係啊。即係一作就作咗國語歌，首歌個名叫做《普通的人》。普通的人係啦，咁我 demo 名就叫《普通的我》。普通的我，係啦，大家可以上網都 search 下，係啦。咁啊陳偉霖嘅歌嚟嘅，咁係啦。咁跟住阿 K 嗰首就係喺香港啦，未簽咗，已經用咗你嘅歌咯喎，咁樣樣。哇，好開心！你嘅心情即係佢覺得我都係唔會唔簽咁樣啊，用咗啦咁樣。即係嗰種信任啊。就建立咗你哋呢個信任啦，到而家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就周柏賢俾咗好多機會我啦，教識過好多基本上嘅嘢啦。因為其實我一個人喺屋企做音樂係冇乜需要去考慮邊啲嘢係基本嘢，邊啲即係 feel 到就做咁樣。可能有啲手勢上嘅嘢係需要去執翻嘅，即係譬如佢點唱一個好基本嘅嘢，其實即係都會俾大家笑嘅，就係佢有一次問我啊，阿 Cousin， 你覺得一個鼓手係有幾多隻手嘅？因為咧嗰啲叫做嗰啲 midi signal 啊，即係我要彈咧，咁我編鼓，我唔係用鼓，我屋企冇鼓，亦都唔係一個鼓手啦。我都是會用我懂的那樣東西彈啦。我有幾多隻手指？十隻。我有幾多隻手指？有幾多隻手指？呢度得三隻啫喎。總之就是我覺得我彈到就是啦。但係佢就點真咗啊！你編嗰啲鼓，那個鼓手都幾八爪魚嚟喎，咁樣。即係佢又教識咗好多呢啲嘢咯。提點咗呢啲。即係譬如。string 啦，一樣我好中意嘅嘢啦，即係我聽歌都會留意好多 string 啦。佢就會同我講啊，唔係嗰個 range 喎。咁但係喺我嘅
即係知識貧乏上咧，即係我係冇好認真咁樣，我係喺啲音樂學校讀過音樂嘅，呢個係真係係啦，係啦，即係純粹係真係聽歌仔。但喺社會大學裏邊吸收聽歌仔，跟住喺個琴入邊自己就真係覺得好玩咁樣。咁所以佢就即係俾翻好多規範我嗱，你要同呢啲人合作咧，咁就即係要有啲規矩嘅。係啦。係啦，咁因為佢又會帶我去睇佢即係譬如阿 K 嘅歌，咁啊有叫做嗰啲 dubbing session 啦，即係 dub 樂器，咁就帶我去睇佢揾嗰啲好出色嘅樂手啦，咁就見到佢睇住我俾佢哋嗰份譜嗰種問號黑人問號嘅樣子。咁你哋呢一段咁跟住就即係了解到啊，其實都真係要學音樂，真係唔可以自己一個踢曬，即係精彩啲啊嘛。每個人一齊啊，即係你又唱下我嘅歌，佢又彈下我嘅歌，係啦，即係多啲元素啦。係咧，即係我又要諗下你睇得明啲咩譜咁樣。咁就。開始了一個很漫長的旅程啦，咁樣咁你哋呢個合作其實 keep 咗幾耐到啊？周寶賢其實好得意嘅，佢係我係咪應該講佢唔係一個全職嘅音樂人咧？因為佢好似好多面睇嘅，係啦，即係我最中意就係佢去後面睇佢，因為嗰條邊又好睇嘅，好識唱。係啦，咁就佢。做音樂的時候，其實都佢，我覺得佢，我出咗去同唔同嘅音樂人合作之後，我就會覺得佢佢屬於咩？佢應該屬於藝術家。藝術家就係 feel 到就有啦，就有嘢做啦，就有啦咁樣樣。咁如果唔係嘅話，就等下咁樣，即係要去醖釀下咁樣。咁就。即係我合作的不同的音樂人裏面，有些工廠式的嘛，或者有些是很 intense， 即係要諗嚇、啊，我哋有啲咩計劃，有啲乜嘢想做啲乜嘢咁樣。咁我覺得大家都依住自己最適合嗰個方式去做嘢。咁跟住一路同阿 K 合作了很多年啦。咁亦都係即係喺佢嘅喺周柏賢嘅加持之下，即係都出現了好多首佢俾機會我寫的歌啦。咁呢個真係好多謝嘅，因為我出道嘅頭七至十年啦，都係真係，如果唔係佢，我諗應該都係啦，做咗畫家嘅一個緣分。我講到好似做畫家好慘嘅。唔係，即係唔係即係得我得兩個興趣啫嘛，係啦，或者做咗超人咯，係啦，真嗰只，係啊 ，OK， 真係係啊。好啦，咁你哋 keep 咗呢一段時間之後啦，咁你我亦都知道你曾經即係嘗試以組合出道過啦，咁啊叫 Golden 啦，咁啊同埋喺簽嘅時候就已經好快認識咗 Penny， 係啦，係一位好好嘅 partner， 好好嘅拍檔，即係我哋好多好似好多嗰啲興趣啊，成啊，平時又好一致，即係嗰啲玩開嗰啲遊戲機啊，即係佢又中意畫畫㗎嘛，又中意鹹蛋超人㗎係嘛，即係都好，即係佢會令到我好似啊瞭解翻，原來男仔係做呢啲嘅咁樣，即係幾好嘅，幾好，因為做幕前咧，你唔好得。所以如果你好適合都講咁多嘢。咁所以如果我自己揀一個組合嘅就自己一個就冇可能係組合喎。咁樣咯。答得好好。飲杯。